不可能在左边树后面了，我觉得，要不早看见你了。没看到，不可能，那个在圈外。哎，我，哦，不是，树桩子，应该就在你正30度这两棵，最远的最远的那棵。他在那边的话，他离轩远，一会儿估计他要先跑。也要跑，在跑的过程中对枪就是。还等啊？跳动了，出来了，他没掩体。这个服务。